嗨，大家好，我是住在日本东京的娜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入住新家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在购买电器上面。这些电器包括了冷气、电视机、冰箱以及扫地机器人，其他的我们将会分为另外一集来说明，因为我们是利用日本的购物优惠获得了约30万点来购买我们其他的品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自己花钱购入的话花了多少钱。冷气我们挑的是大金的，挑的是大金的这一台冷气机。大金的冷气在日本的评价非常的高，我们当初在犹豫选大金或是三菱的智慧型 AI 可以感应人体温度的冷气机上面犹豫了很久，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选择了大金，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 AI 的功能对我们可能影响没那么大，我们比较希望着重在它的引擎的部分可以让整体的整个冷热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大金。因为我们是木造的，所以是会希望选择功能性强一点的。二楼的空间只有大约18平，但选了20叠试用的冷气，这一台就花了我们25万日币，非常的贵，大金的冷气真的非常贵。另外我们在一楼的客房以及三楼的主卧各装了一台6叠的冷气，那分别大概都是5万5万，冷气总共费用加起来是35万日币。另外除了购买冷气的费用之外，我们请工人来安装还需要额外花一笔费用。我们是盖了三层楼，所以三楼的主卧它在管线的连接到室外机的长度比较长，然后还有高处施工的危险性比较高，施工上面是非常贵的。安装了一台冷气在三楼，一台冷气在二楼，一台冷气在一楼，这样子整体的施工费用加起来也需要10万块日币。而这10万块日币我们就是利用我们在 Big Camera 买冷气的时候35万送了10万块的点数，所以我们用10万块的点数把它付掉了，所以冷气整体的费用加施工我们总共花了35万元。接着我们来说明冰箱。冰箱其实我们看中的是另外一台Toshiba，虽然已经购入然后也请商家运到我们家楼下，但在搬家当天的时候搬家公司告知我们以这个冷气的大小加上我们楼梯有扶手，搬家公司判定是搬不上来的。购买前有带房子的平面图到家电卖场请工作人员评估是否可以搬入，工作人员表示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但无法保证，建议可以先购入，如果无法搬入可以全数退款。斜条就是另外一种从窗户垂掉进来的方式，这样子的话会额外需要再付2万块日币。搬家公司也是有在贩卖家电，所以他们就很委婉的跟我们说，欸，其实他们还有这一台 Sharp 的家电，那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货运帮我们运上来，就不需要垂钓，费用又比预定买的那一台 Toshiba 的冰箱还要便宜。在众多考量之下，我们后来就决定购买了搬家公司的这一台 Sharp。那他搬入的方式真的非常有趣哦，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他真的，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搬到他们搬家公司的大型车子的上面，然后他们再用车子靠近我们家的窗户旁边，利用人力，真的是只有人力，为搬家公司的人他们就用人力手动的把他从外面的车子搬进我们家窗户，我真的觉得搬家公司的人超神奇。目前下盘用起来是没有好也没有不好，而颜色也不是我当初想要的白色，所以不知道，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决定是好还是不好，但它是真的还蛮便宜的。那
那接着就是电视的部分，因为电视我们两个是有用投影机在看电影，所以对电视的要求没有很高，就是普通的电视节目我们可以收看就好。我们买了这一台，就是日本就是 CP 值在网络上蔚为疯传的一个电视，叫做 Maxim，不知道发音对不对。我老公他在网络上发现的一台，它是一个非常低阶功能的电视机，就是它没有现在的那一些 Netflix 那一些的按键，它可以上网，可是你要额外去接其他的东西，但它就是单纯的看电视而已，然后画质非常的不错，然后重点是价格是无敌爆便宜的。我们这一台55寸的电视居然只要多少钱你们知道吗？这一台55寸的电视只要6万日币，实在是非常便宜。我当初还问我老公说怎么有可能那么便宜，因为我们看其他家的品牌的55寸的电视至少都要15万起跳，所以我觉得6万块是超级便宜的。我们网络上看了许多好评，所以我们也毫不犹豫的就购买了这一台 Maxim 的55寸的电视。现在用起来我也觉得非常爆，而且它从侧面来看它也是非常薄的，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你没有非常要求智慧型的电视功能的话，我觉得这一台就是完全的，这个品牌真的是完全可以 cover 掉全部电视所需要的基本，画质也超棒的哦。最后呢就是扫地机器人，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扫地机器人都是用 Robot 这个品牌，但老公研究过后发现，因为我很常掉头发，他觉得他需要有一台就是比较不会卡头发的，所以我们买了这一台 iLife 的，它的口它的吸口是非常宽大的，然后它是用吸进去的方式，不是用滚轮的，所以就是整体好像比较好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扫地都是老公的工作，我们家的家事分担，不负责扫地这一块。新家全部的费用加起来就是如下：大金冷气机3台35万日币，夏普冰箱13万日币 ，Maxim 电视6万日币 ，iLife 扫地机器人2万日币，总计56万日币，约15.7万台币。下一期娜娜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利用了日本的几世代 point 次世代点数买了许多非常高智能的家电，然后下一期等我分享哦。那我们下一期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